动画 cover， 那我先喝个水。好，那我要来自我介绍，我是来自高雄的 solo 表演者，我叫做 Luca Banana。如果大家对我更多的详细资讯有兴趣的话，欢迎到 Facebook。现在比较推特，X、IG 跟 YouTube， X， 对，直接搜寻 R U K A B A N A N A， 只要记住这一组密码 R U K A B A N A N A 就可以找到我所有的官方账号。那我的话都是非常欢迎大家拍照，然后摄影，对，不用省，不用省，不用省，真的不用省。希望，但是希望是可以 take 我的，对。就是不管你是放在哪个平台，都希望可以 take 我的账号，让我去偷看一下你们这样。对，好，那首先要先带来的第一首歌呢，就是今年年初在也是在 PF
对，出纰漏的叫叫的原创曲，对，没错。好，那为大家带来第一首歌，健康センター ルカバナナ。
对，好，希望大家喜欢。好，那我喝个水哦。好，那虽然第一首歌非常的动作动作，但是下一首歌的话，算是我第一次在外面的舞台演出。对，今天的 cover 曲都算是第一次在外面舞台演出，然后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蛮怀旧的作品，叫做《相聚一刻》，可能有听过吗？没问题，但这首歌超棒的，这首歌超棒的，好，为大家带来来自《相聚一刻》的歌曲。楽しみをこんにちは。
等一下，等一下，下一首歌的作品，你可能没有看过，但你最近应该常听到，最近应该是常听到的。大声点，谁说的？谁说？不小心露出我真面目，谁说？对，哎。目前现场还有一些第一次看到哥哥演出的人，重新自我介绍一次，我是来自高雄的 solo 表演者，我叫 Luca Banana R U K A B A N A N A。那如果就是对我接下来的行程或是我各种日常有兴趣的话，欢迎到 Facebook、X、IG 跟 YouTube 搜寻 R U K A B A N A N A。对，只要记这一组神秘的英文字，你就可以找到我所有官方账号。好，没错，下一首歌非常非常紧张，应该说这些歌呢我都非常非常紧张，因为毕竟除原创曲以外都算是第一次唱，尤其是这一首跟下一首。好，那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葬送的福利点，讲好讲好福利点讲好，对对，那我要带来的是他的片尾曲，对，是迷恋的歌。好，それでは聴いてください。Am I alright? Can you hear me? 誰もいない線路沿いを謎を当てて。大げさにないで笑ってほしくて、鮮明で痛い思い出を抱きしめてる、さよならより都度大切な言葉で最大なリグ出て、でも特別でほらこの目じゃなければ見えなかったものがどうして溢れれる。だからもう一緒生まれ変わろうとも、まだ私はここを選ぶだろう。だからあなたとまた巡り合ったらもう離さない、今を選ぶんだろう。I'm not afraid of the dark.
我拉回来了，谢谢。对，谢谢，好，谢谢，谢谢。嗯，我要喝点水。好，大家有看《战术福利》吗？有看。如果有人很好奇的话，它是一步调比较慢的作品。对，它算是步调，它有点像是就是用小火去煮一道料理的感觉。所以喜欢快节奏的话，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温吞。对，非常非常的，然后这部非常非常的好看，如果大家是有兴趣的话。对，它主要着重在情感方面。好，好，那下一首不得不面对另外一首新歌了，它也是我非常非常紧张的来源之一。我发现今天就是非常紧张，但我会尽力的。好，那为大家带来下一首歌是来自乌鲁托拉吗？别傻了 ，ED。嗨，我为大家带来这首歌。表面だけで見る深まって濡れエモーションその目を閉ざさないで知らないほど見せて偶然で片付さないで埋めたって気づいていつだって自然にモーション嘘はいらないわモンスタリングシャイ胸の奥でダイヤモンドよりも硬い突き進め今どつになって繋ぐ未来へさ暗闇切り裂いて遥かな場所で限界だったも飛ばして目を覚まないで気を解けるように戻る人の新世界へさ音よ響けレーザいつか巻いたで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一か八かで返せないで新世界こと見せてネタビングシャイ胸の奥のダイヤモンドみたいな一つ砂を突き進め今とつになって長い世界を暗闇切り裂いて未知なる場所で限界何度も飛ばして目を閉ざさないで希望と切れるように手を繋いで一つにならせ Let's go Take me out of the side of me oいつまでだけないでいいの見えずにいるのそれでいいの自慢にいざだ見せて一度だったでかいとどうの一度はしてるじゃんとテンションこの世界ほど変わらないで叩いて照らして今突になって新世界へさ暗闇切り裂いて遥かな場所で限界何度も飛ばして目をそらさないで希望と切れるように外に出そうと君の帰れさ音よ響けレーサー恐れないで未来へ等一下就是就要最后一首歌曲了，所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Trey。那等一下会在旁边的呼唤区跟大家互动，欢迎大家来找我拍照聊天。那今天的话，蛮我自己这样想，对，好，没事，今天只有一场行程就是这里，所以今天的午饭时间比较没有像之前要赶场那么的短，对。明天的话啊，对，明天的话，娇娇也是早上10:30第一组表演者，欢迎大家来找我。对，欢迎大家来听我唱歌，陪我一起玩。那明天的话，因为还要赶去别的地方参加活动，所以我是10:30演出完20分钟，10:15结束后，我会在这边进行只有1个小时的平行午饭，然后我就会包袱款款的去赶场。对，那希望就是明天也可以见到大家，然后也非常非常开心，现在有这么多人陪我。那我在进行最后一首歌之前，先再次最后自我介绍，我是来自高雄的表演者，我叫做 Luca Banana， RUKABANANA。如果对我接下来的动向或者是各种发文有兴趣的话，欢迎到 Facebook、X、IG 跟 YouTube 搜寻 RUKABANANA， 就可以找到我所有的官方账号，然后欢迎全部按赞订阅追踪起来。对，然后每个礼拜四晚上7:30会在 YouTube 进行歌唱直播，每个礼拜四7:30。对，然后粉专那边也会同步更新，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啊，记得要就是如果要在娇娇的固定直播留言的话，就是可以先提早10分钟去按订阅。对，我之前被那个留言机器人攻击，所以要订阅满10分钟就好。对，订阅满10分钟就可以发言。好，那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娇娇的第一首原创单曲《天体地图》。大事だと、どこか天国が愛の夢見てた。大事なことが言う。
きれたせよ頼りあいつがいたて二度戦略がいて僕も進むよあの夜の先へ飛び越えてまた会えるね。一起走起吧！好，那等一下就各位在旁边进行进行互动，欢迎来找我聊天。嗨，以上，ルカバナナで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感谢泥鳅。你要说声谢谢啊！我也都忘记我了，你要直接做结束了啊！谢谢大家今天来玩啊！然后打个广告，我们下午在隔壁的二三公园会办动漫 DJ 的活动，但是目前好像预售票满了，但是。如果想要体验的话，可以先来场外看看，看看有没有兴趣这样子。谢谢大家。